第一步，分化地理统一，就是把这个功能完善起来。我们可以这么想吧，比如说一个小孩子刚生下来之后，一到三岁是正常环境，这是一个正常环境，三岁之后又聋又瞎，听听不见了，看也看不着了。一个小孩子刚生来就听不见看不着，他就成不了个人，你怎么搞得成不了人？他三岁之后又聋又瞎，他成得了人，但是怎么样呢？后面也在那发育，把各种功能都精确起来，也做不到，也做不到。所以我们说在这个什么呀，三到六岁这一段呢，是在已经分化的基础上把它完善起来，哦，完善起来。这一段也是非常关键的，这是气的继续分化啊，继续分立分化。咱们前面讲气是个独立的，一到三是独立的，三岁之后呢，随着人的各种生命活动，各种不同的生命活动有变化了，不同的生命活动一变化之后，咱们前面讲的气的那三个中心集中点就要逐渐形成了。浑元脾浑元气肚脐集中，五脏浑元气浑元窍集中，脑的浑元气神经窍去集中，这三个气的集中点慢慢出现了。一到三岁的，尤其一岁多的小孩子，丹田气不叫什么丹田气，不丹田气哪个气都那么足。你看那个小孩，一两个月的小孩，两三个月小孩，有人又不管他哭，哇哇的哭，怎么哭他嗓子也不哑。咱们大人你要哇哇那么哭啊，你哭不了几分钟嗓子就给哭哑了。小孩哭啊哭一天哭他也不哑，什么道理？他哪儿气儿都足啊，他气儿整的，哪儿气儿都足。跟咱们成年人不行了，成年人这嗓子这气儿比较少了，使劲一嚷，嚷几声就嗓子就劈了，就哑了，气儿不够了，元气不足了。可怎么样呢？咱们这人干活有劲儿，拿东西有力气，小孩子拿个东西什么都拿不住，一拿撒了丢了。可小孩子他自己要拿小手一攥起来啊，还挺有劲儿。你这样拿东西他不会拿，小孩子刚生下来小拳头就攥着了，小拳攥着了，这就标明人生得抓住东西，赶紧伸抓，往自己这抓着，抓一辈子，到死的时候把两手撒开，死的时候就不会攥着了，死就不会抓了，一死就放下了，一活着老抓老抓，一生下的时候就抓着，就是这挺有意思，这人挺有意思啊，拿气功一琢磨都挺有意思，这一辈子老去抓弄抓弄，给自己抓弄抓弄，往这儿抓弄抓弄，一辈子最后一死一伸腿一瞪眼手一撒什么都不要了，不死不撒手啊。像这个情况呢，就是呢气在分化分立了，有的地儿气儿多，有的地儿气儿少，三个中心形成，这是气。当然形的分立它还继续发育了，现在跟前面那个没什么更多的更大的差别啊，就是关键是个神，精神活动，精神活动是非常关键的。它从一般的一到三岁感觉运动的思维，感觉运动那样去思维去，而变成什么呢？逐渐变成形象思维，哎，整体了。咱们这小孩子刚一生下来之后时间不长，那个他是分着的，局部的。小孩一岁多，你拿个东西，给他要他要，你看这没了，瞅一瞅，没了。你藏到后面去了，他就没了，他脑子就没了，他也不管了，也不要了。这整体还没有，从这儿一拿，就出来了，哎，他就又笑了，哎，笑了就是，啊，就没了，飞了，没了，又完了。他那个整体联系没有，整体性没有，都是局部的。他看这儿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再大点就不行了，这没了，给找。
他掏起来这个后人掏来了，然后他说有什么呢，你从这儿一拿就跑到这儿了，他联系起来，哎，跑到这儿来了，他记着是那儿去了，他想他后边的他又不一定准知道有啊，这找找，如果你这样一摸这个手就没有，都把这手拿着手拿他他怪你各位转转转转，你看没有，哎，没有，不要了。所以大人说小孩好哄啊，哄小孩在脑袋里思维还不整体化啊，可是三岁到六岁这一段呢，慢慢的整体化了，形象思维有了，你这儿拿着这个好看，哎，好看，你好看呢，你爸爸妈妈拿着呢，连爸爸妈妈在这好看都有，这一转你还是爸爸妈妈，你看那儿去了，爸爸妈妈还归着爸爸妈妈的话呢，他想着呢，啊，你这整的没在这儿，整体在那儿去了，他想，小孩子想的话，有时候大人在那儿，那哪没了，有的孩子有的小孩就会去给你抢去，有些孩子就不管你来的，但是他不是，他这是也是一个，这是一个高级天真啊，高级天真，他等着你呢，一会儿就拿出来了。当然这个概念他还没有啊，这一般的，这但是怎么样的话，他脑子里边已经开始有个整体联系了，就是整体思维啊，有的整体思维很了不，比这逻辑思维要快得多，整体性的东西。所以这时候呢，从整体的形象思维，而且慢慢要向逻辑思维过渡了。等咱们讲运用意识的时候，还详细全面讲这个过程。所以这时候小孩子慢慢的有了形象思维一个整体的，而且慢慢这样逻辑思维要有语言了，语言概念了。但是有语言概念还不等于有逻辑思维啊，逻辑思维的会推了，会想了。尤其现在的孩子们呢，发育比较快了。以前说四五岁的孩子还不会逻辑思维，现在看的话呢，你逻辑思维很强了，以前这是少数的孩子，说庸四岁能让梨吗？他现在不是几岁的孩子下棋，要下棋。这次咱们在全国那个棋类比赛的话呢，上海一个九岁的小孩下棋，把那个几段棋都赢了。小孩下棋这样一下棋一坐那儿，一边下棋一边吃巧克力，还没下一下棋，说我能赢你，你要不信咱们试试。我给你试试。哎，下棋下得很好，在前面几盘呢，前面四轮棋一盘没输。全国比赛啊，全国比赛，全国各省的省级来比赛啊，像这那登报纸我看嘛，他是那看那个报纸嘛，说是一个小孩子嘛，是这是很引人注目，前面四轮棋一盘没输啊，一盘没输。不过他讲最后两盘呢，他比较难下一点，但是团体比赛一那个就这么讲。对，他把北京的邵伟刚他都赢了。所以像这个情况呢，我们就说逻辑思维，当然九岁那个也还是咱们这个变化过程当中了，从形象思维变成逻辑思维，这一关键这个时候非常的对人的整个生命发育非常关键。我们这人就要从一般的局部的生命运动要变成一个完整的用精神来控制生命活动了，这个分化过程呢，是非常关键的。而且这一阶段的话呢，由于脑细胞发育的非常快，脑细胞的功能也强化起来了。脑细胞的功能强化了之后，它不仅能够接受一般的神经刺激，咱们各种感觉器官接着刺激可以，而且它还能够接受超常智能特异功能了。特异功能是整体信息，咱们普通的感觉器官接受是局部信息，但是在这个阶段时候呢，它已经在形成形象思维整的，逻辑思维也是整体的。所以这个活动就让咱们讲意识那一章，或者像细致讲特异功能还要再讲，像这些问题都要反复讲。这是这个整体性思维，尤其那个形象思维和那个超常智能的那个整体信息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很相似。因此在这个时候
你要给小孩子加上超常智能的训练，很快就出特异功能啊，很快就出特异功能。小孩子你不要给他搞别的，你怎么想拿小点东西，太大他一看大的害怕了，就是拿小东西给吃的。你要拿这是拿耳朵识字来讲，写了一道两道分开行了，这你猜猜，那写了这一道起来，这揉起来，这你猜猜这都是什么，你猜猜是什么，是什么，你看想，你想对了给你，我给你吃，给你这晃着想很快得想过来，超常智能啊，会想了，他喜欢吃什么给你弄点吃的，那个你想就到你手里边去，想过来，把它想过来，想过来拿过来，想拿伸手去，想过来，想着这这个东西，你这儿拿着放在这儿，啊，这多就跑到他这儿来就能够，超常智能就那么简单，啊，就那么简单。但是呢，由于我们家长们谁也不会这么想，也不会这么教，说给你。得够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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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拿着家长一够太高兴，够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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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老这么够够够够，他就不会想了，妈妈够够够够，哎摸够了，拿过来了挺高兴，拿一次小孩伸手，因为你家长给他意识给你的意识给让他拿，就是让他拿手，你的意识就是让他拿手来拿，你就没想给你想脑子你不是这个意念呢，因为他能接受你的意识。如果有特异功能的家属那就好说了，给你给他，那一说给马上有特异功能给他一些连上，拿过去他拿过来，你说拿着给再拿着给你，那他就飞过来了，他飞几次他就该说，他那个小孩该说，哎来等着该过来，飞过来呀，那就飞过去了。可这个时候呢，没这个条件，没这个环境，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它就没了。就方他们说的就这个这个慢慢就都萎缩了，就长这个了。当然人不长这个，狼的也不长这个猪的哈，就长这个了，这个就回去了，就这么个道理。另外在这个时期还有一个很大一个很有意义的变化，就是我们的生命活动已经可以受命于意识活动了，这也是锻炼来的。方才我讲嘛，说家长给拿个东西，这个娃娃怎么那个娃娃他生下来之后没这种空间概念，多远不知道，一看见就这个光线，对光线，那这个是当时给这个毛巾，它不一定，它对着不定吸引力强啊。你拿个这个，挺新鲜的，这叫一看红的，整个从这儿到这儿都是一片红，好像一个红的通道上，哇，就来了，没空间概念。这小孩子在这儿呢，这伸手，以他就有点眼前了，这么抓，抓了好多次，空的没有，哎，到这儿好碰着了。哦，这个东西，这个红的是它，这儿不是，就把这个形体，有形物体就固定了。就咱们这属于讲特异功能内容了，我这儿先说那么简单，到时候来全面讲它，这儿就能说一说。这么一来的话呢，空间概念有了，实体物的概念，这个物什么，拿手一摸，哦，这是那个物，但你要摸这儿，不叫物。如果是成年人就特意功能是摸这儿，这儿叫物，这儿叫物，一摸它就过来了，这儿一摸，这儿红的一摸过来，好，你不摸它也能过来了。但是我们现在呢没这个功能，就摸着它，摸着了那就摸着它了，好，一摸着它就不是这种特性了，这是整体特性，时间跟混合的整体特性，这儿呢物质特性，你摸到物质了，摸到物质了，摸到物质怎么办呢，这物质特性，它的时空混合的整体特性就不是了，一摸到就感觉是物质特性，这一个物质特性好了，一切都有了，
重量有了，物理特性、化学特性都有了，局部特性了。你要想把它拿过来，就先用这个物理特性克服它，用力量拿过来。所以这样就建立人和这个物的物理联系，局部的受力联系，这样联系有了。而在这里联系呢，就需要靠什么内容呢？一拿需要有力量，那就需要把你的气转化成力，拿手去摸它去，把你身体气通过一摸它转化成力量，把它的重力克服掉，拿过来就建立这样联系了。而这个过程呢，需要慢慢慢慢建立起来，慢慢慢慢建立起来。你到生活当中经常碰，经常摸，摸这个碰那个，有了空间距离了，空间距离感有了，就要摸它，这些个事物的它的重量啊、特性啊都有了，那打成概念了。将来你一搞什么东西，想拿什么东西，想去拿，一想心里先得动，一两分儿集中，还得摸着拿这个东西和拿这个东西不一样。第二呢，就是脑子心里一系列的反应自动化了，怎么会能审查了啊？这个是轻的，这个是重的，这个桌子你就搬不动它了，小孩就搬不动它，他推，他就推呀推呀，晃荡晃的推不动的。你看他，你把那个你也是家里边给这个娃娃上，乖乖把那个碗拿过来，哎，他给你拿去；把那个勺拿过来，他给你拿去；把筷子拿过来，他给你拿去；拿个电视机，你把电视机搬过来，他一开始也搬的，搬不动。那个搬过来，他一下他不动，他不动，他不动。他想搬过来，那个搬过来他不动，他不动该揍他，他该揍了。他搬不动，那小的你再大了一个搬过来，他就说搬不动，他脑子有概念了。这样绝对是通过实践来的，反复实践来的。可一反复实践不要紧呢，这就形成了不仅是意识、思想、高级神经活动和形体相联系。我要去拿起的手过去，而且地里面得调动气，不知不觉得过气。因为咱们区里混元气随着形体活动啊，丹田存的多了，需要丹田往外调气。这就是人体，你要拿这个气儿小，拿这个气儿多，拿这个还得有点力气，还得把棒棒这么拿一拿，都需要气。气量少这一点就够了，气量多从丹田调出来，调出来之后把那个气变成力量，这就慢慢慢慢搞起来的。小孩子一开始那个意念和气到我的手指的尖上去，一岁的小娃娃抠东西抠不起来，你给他一个硬币放在桌上，他不会拿起来。因为什么呢？他那个意念和那个气还不能那么准确支配他，弄到了尖上来，一到尖上来好了，这个意念活动已经是比较充实了。在农村叫什么呢？叫魂全了，这灵魂那个魂呢，说一般小孩子你给他一个钢镚能拿起来了，这魂全了，说魂全了，说随意活动，意念这个随意性比较完整了，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一阶段的话分化完成呢，就完成了个什么过程呢？我们气功里边所说的意引气，气引形啊，用意念来引动气。生命活动就完整了，用意念来引气，意念一动气就动，气一动行动，行就动，意引气，气引形。其实这一句话呢，咱们书本也有，气功讲意引气，气引形，咱们正念功引气的理论就是按照正常人这种生理活动，正常的生命活动所具备的特征搞起来的。不练功的人也有这个过程，意念一动气就过来。咱们在讲功法的时候不讲了吗？说扭了腰啊，说岔了气儿了，一引气，气一行啊，正常人有这个东西。
啊，怎么形成呢？就从小时候这么形成的。小娃娃刚开始生下来，他没有一言七七言行，意念也没有，也没有意来引气，不存在这个问题。他那个自动活动，啊，他就自动活动。这就是这个营救阶段是神气型的分立，这一阶段也是婴幼儿阶段的它的一个生命特征啊，生命特征，它的浑元气就在变化，还要整体性。它这个时候的话呢，关键是意识活动比较单纯啊，比较单纯，所以这里边呢它的生命力比较旺盛，所以这个时候它的浑元气养形体长身体，再这个呢它功能分化起来。总结来说呢，就是说这一阵的分化气的变化，就是气从胎儿的浑元气先天混元状态变成了先天气和后天气啊，先天气和后天气他们要进行混化一下，自己来接受外面的后天气，跟自己身体边去混化去，这是一个过程。从形体上来说呢，变成了这个形与气，气与形的他们两个互相转化，形气的转化，这个形要有功能，要形成功能，形成功能与气，这个气和形，功能和形，他们之间发生这么个变化。这是形。神呢就是内外信息，内外信息混化，可以接着这个神，你可以接着外面的信息和人体里边混化，就这么个过程。所以这一阶段呢，婴幼儿阶段呢，它主要是来更多的接受外界事物，来进到身体里边去，变成自己的东西，使我们这个人真正什么内外混化，内外混化。当然不是讲过了混化运动吗？里边有个基础，一个胎儿生下来之后，有了这个发育成人的内在的这一部分全息性了，还得必须由外面的全息两个一结合，成为一个互补的全息，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可是婴幼儿时期就是进行这一部分分化混化工作。下面讲第五个啊，这个咱们这一节的浑元气里边呢，第五个，成人的浑元气。啊，成人的浑元气，这是咱们这一节啊，这是人的浑元气发生史这里边啊，这一节是第五个问题。第五个问题就是成人浑元气了，成人浑元气就讲的比较简单了，因为咱们前面讲的第一节人的浑元气，那就是成人的浑元气。我们在这儿讲成人浑元气呢，就讲我们这个人的浑元气怎么样从婴幼儿浑元气转化成成人浑元气。我们说婴幼儿的浑元气，它已经开始具备着意念来支配形和气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应该已经属于既是社会的人又是自然的人这么个特殊性了。当我们说这个成人的浑元气应该是从十二岁以后，那十二岁以后，十二岁以前或者十岁以前，那只是一个从婴幼儿过渡一下，但是我们这个阶段我们就没再分它。因为这一阶段的话呢，我也看了现在的生理学发育学，我都看了看呢，它虽然是呢有变化，但是呢它跟婴幼儿时期化呢变化不是非常多啊，不是非常多。当那时候变化就是呢，一般是从八九岁之后就开始有了父性征，他们突出的发育是男女两性之间有了不同，只主要是在这个方面有些不同了。这就是过去说嘛，就是三岁男女不同居，怎么几岁男女不同席，就是就不是这个，就是三岁男女不同居，
八岁男女不通席，在过去有点封建社会，到了八岁之后，男女这些孩子们就不上一个桌，不是自己家里边人就不能在一块吃饭了，就是这男女之间有了区别了。但是真正成为一个成年人，从成人来讲，从婚姻契这个高度来说，他从十二岁以后就应该开始有了。因为从十二岁之后呢，男女两性就开始基本上已经开始要走向成熟。但是按照过去的理论来讲，应该是说女的十四岁，男的十六岁的性成熟。可是现在人们看起来的话，是已经到了十二岁左右，已经开始性，已经是它的功能就开始具备了。我们说成人的婚姻契，它和婴幼儿的婚姻契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婴幼儿时期它还没有生殖功能的这一部分的婚姻契参与。我们说成人的婚姻契关键在哪儿呢？因为一个人整体生命活动整体生命活动的全部特征，那它就表示一个整体的婚姻契啊。咱们以前讲整体观讲植物的时候曾经讲过呀，它不同阶段有不同阶段的整体性。虽然一个植物的种子它包含着一个整个植物的全部特性，但是它没有展现出来。展现出来什么时候展现出来的呢？咱那时候讲了，是等到开花结果的时候，那个植物长大了，开花结果到这个时候它全部特性展现出来了。而且展现出来之后，它才能够把那些整个的婚姻契有整体特性成为现实的那样的整体婚姻契再凝聚到它的物质里边去，凝聚成种子里边去。咱们讲整体特性的时候讲过这个问题啊。人也是一样，人的整体特性不光是各个组织细胞一般的功能，还必须包括人的生殖机能。到了十二岁左右呢，生殖系统从性器官性功能都开始成熟起来了。因此呢，在婚姻契的特征里面，它的整体性方面完善性方面它也比较完全了。所以到这个时候，它这个功能里边婚姻契都具备了，所以它能够凝聚到里面去，生成是具有生殖功能的带有全部性生命信息的人体生命信息的那个具体的凝聚物开始形成了，就是精子卵子开始形成了，成熟的精子卵子开始形成了，这就有了所以生殖的活动。所以就说呢，它就是男人可以有泄精，女人可以有排卵。而这个活动，一个排卵的活动，实际关键不是在排卵，实际是在这个卵成熟和精子成熟，精子能使得成熟和卵能成熟，这在全身的整体功能作用下来形成的。所以过去古人讲啊，如果人个能够在这个时候练功，得到真正的所谓真传练功，那是最好的，要最快的，因为他的元气，全身的元气都是满足的，而且要生成精，他精还没有去形成精，而把这个气要返回到身体各个部分去，冲到全身各个部分去，不让它走，变成有形之精，把它排出去，不走这个路。他问题是，所以那是叫做顿法，当时一下就成功，几十个小时，几十个钟头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一般的人呢都得不到这个机会，都得不到这个机会。一方面周围没这个人，在这个时间也不会算，按照以前的算的方法，我看了看，现在人也不适用了。以前的一定的算法，男人怎么算，女人怎么算，生下来之后，女人算5048天，5048天是14岁，十岁还年月日怎么算，到哪天该要排卵的，是那叫排卵，要排卵之前要练功，一两个八小时收回去，
可现在十二岁的来例假了，您到十四岁早排过了。男性也是一样，要泄精，精气充足了，要泄精，没泄精的时候不能泄精，这是练功，一下返回去，那是最好的练功，最好练功内容了。可是现在呢，这个东西都不适用，说了也没用，因为这个过去呢，尤其这算法也不行，但是有那个观察还可以的。所以一般的只要是这个精气要充足了之后，都在头部，在这个地方有反应啊，那细致观察，那个观察出来了。但是现在的话呢，做父母的谁来观察他，也不懂这个道理。就是现在的话呢，我这个问题，由于我只看了看古人的东西，我没有认真实践，所以现在还不成规律，还不能讲它。将来以后啊，咱们慢慢研究之后，将来或者是几辈儿之后啊，我上回没说嘛，到你们的孙子重孙子那一辈的话，再那么观察可能就行得了啊。那时候咱们内容也就有了，现在咱们的实践还不够，还不能多讲它。所以一旦生殖机能成熟了，婚姻期成熟了，但这个时候呢，人这就走，人呢走向一个顶峰了，高峰了。但是并不是说那刚刚有了生殖机能就是高峰了，但是从整个生命关系来讲，他那个卵成熟能够达到卵成熟，到了卵成熟的时候，人的功能到高峰了。当然这个功能怎么得强化起来，所以就是，所以咱们慢慢走向从幼年期啊，走向青年时期了。青年就发育非常非常快啊，非常快，就是生命力比较旺盛啊。因为就这个时候，他这个身体就源源不断的对那个精气、成气、精气、浑元气、全息的浑元气很充足，都在通过这个用这个精的生成来保证了整个生命力，人的生命力。精力、智慧、身体、肉体，它都用这个生殖机能的全息功能来维持它去。它这儿一旺盛，功能也起来了。因为这是我们人发育到现在这个阶段，从应不叫发育，而且演化到现在这个阶段，还是基本上依靠人的生命功能来维持人的健康。所以但是怎么样呢，我们想一想，第二的生命健康和低等动物有什么区别呢？没有区别。如果一旦我们把高级的生命功能又去完全陷入生殖这个层次里面去了，好了，我们人是个高层次的，高起来了，哎，又下来了，和低等动物没什么一样，没什么两样了。哦，没什么两样了。这一点呢，所以我们搞了人体科学之后要懂得它啊，要懂得它。当然了，人的婚姻期里面也还包括着人际交往、人际关系、社会关系，这一切它都将影响人的精神活动，而精神活动又反过来又影响婚姻期，影响生命活动，这就承认婚姻期，就这么个状况啊。讲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需要给大家说点另外的知识了。这里边又需要改一个错字，在177页第二个自然段，177页第二个自然段，在我们讲述过了不是个了，是个的，在我们讲述过的人体婚姻期理论里，那个了改成一个的。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什么知识呢？这讲我们人的特殊性。我们在讲过这个婚姻期理论里面，咱们前面讲的，从一开始讲到现在，可以看到人体里边有那么三种细胞，三种细胞嘛，就三个不同层次的生命活动的表现。一种细胞就是只具备生殖功能，一种细胞就只具备生殖功能，那就是精子、卵子。在整个生物界里边呢，就是单细胞，单细胞。
另外一种呢，既有生殖功能，既有生殖功能，又有整个器官的功能。那这体细胞，身体各个细胞，它既要完成自身代谢，它自己有一个繁殖，这个细胞还会分裂繁殖，一代一代繁殖，细胞繁殖。同时呢，还有本身的功能，肌肉有肌肉的功能，这身体有身体的功能，血细胞的功能，有不同的功能。而且这个细胞呢，它会还搞点分泌啊，分泌点这个物质，分泌点那个物质，分泌各种物质，尤其分泌激素类的东西。所以再给一点呢，就是体细胞了，它既有它本身细胞的功能，自身的分裂，维持自身的代谢啊，我这一辈子我还是我下分啊，这个细胞传宗接代，一代往下分裂去，还有功能，体细胞。再一种细胞呢，就是没有分裂分质功能，没有生殖功能，不分裂了，只是有它细胞的体功能，跟外面进行各种代谢的功能。这三种细胞啊，实际上是反映着或者标志着整个生物界的进化过程。生物界的进化过程，生物界进化从有单纯的生殖功能，我们在以前讲过，病毒它连个细胞都不是，它只有繁殖体，但细胞质营养性都没有，单细胞里边起码细胞质还是有营养的，病毒里边连个营养体都没有，它就这么个繁殖的，别人不管它，它就繁殖不了，它非得寄存到别人身上去，找个寄主寄存起来才能繁殖，完全是繁殖的。以后呢变成细胞，细胞里边呢就有的是有繁，只是有繁殖，有繁殖功能。可有的细胞呢慢慢的发育不用繁殖了，还有什么呢，还有营养了，有别的功能了。再往下发展呢，发展出神经细胞来了，发展神经细胞呢，它是怎么一层发育过来的，神经细胞从简单的神经细胞慢慢要发快就走好，走到有大脑皮层了，大脑皮层也有旧皮质新皮质，慢慢到了人，有了人体了，这人的变化过程了，变化过程。关于人体我们这就不多讲它了啊，我们就只讲人体里边那么三种功能的细胞，这三种功能细胞是标志着生物发展史从低级到高级。我们人体里面这三种细胞都有，而且这三种细胞它都可以消耗人的生命力，它都需要活跃气，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应该是保存生命力，保存生命力。这里面呢，每一种功能的每一种特殊功能细胞，它的功能在人体里边又和在自然界里面不一样，它受到人的精神的集中度的影响，精神一集中，精神往哪儿去集中，哪一部分细胞的功能它就会强化，精神往哪儿集中，气儿往哪儿去嘛，气儿去的多它功能就强化起来嘛。所以我们这就需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你经这个神和气集中到什么位置上去，我们强化起来了，强化起来之后还是丢掉呢，还是保存起来呢？这就是我们搞气功学所要探讨的内容，当代科学对这些问题还没有进行研究。这里边呢，我们是这么写的，这三种细胞在人体里边，一是生殖之本，一是生命之本，一是生神之本，177页。这三者互相影响，交互为用，相辅相成，也相反相成。如果精气神集中在精，精气旺盛，精气旺盛顺着生人，如果顺着走可以生人，生育后代，顺后代把它消化掉了。
说逆则承担以长寿，如果不去顺着走逆回来，就可以说这接承担了，接承担就成长寿了。所以说是精气神集中于形，则形体健康，如果是逞强用事的消耗，如果是能够自然应试，就能长寿的。所以精气神集中于神，则神足，私心心回的消耗，所以可老考虑自己思想，各个这样就消耗的，为公忘我则增值长寿。这就是我们从这儿是简单来讲的了，说了那么几句话啊。我们人类现到现在为止啊，都是人类万物之灵啊，可是我们现在的话呢，实践来讲，成人的婚宴气只是标志着我们人现在这个层次的人他的整体性，而现在人的整体性呢，我们实际上还没发到高层的上去，因为现在人还没有脱离开，还没有完全脱离开动物那个本能的影响，我们脱离开动物界时间还不长，很多的生命活动还处在那个动物的自然生命生理活动，这个自然生命规律去支配，真正完成神来支配下的整体生命活动还做得不够，您到现在还不自觉，还不认识这个问题。实际我们现在人呢，大部分生命活动还是神来屈服于或者说服务于这个形，因为形体生命活动它是建立在物质生活权利之下的。通过咱们来讲整体平衡的时候，这个人的整体生命活动怎么形成的，怎么平衡，为之平衡，为之形的平衡，物质这是一个自然规律，自然的变化。可是现在人们呢，基本上还处在这个层次上，还在这个层次上，所以我们现在人呢，还都被这个物所占有、所支配。所以我们就是这个脑，我们人呢，就是意识活动，本来应该是很灵敏的、很清明的、很自由的，但是呢，受到这个物欲的支配，或者占有物欲的占有欲的支配，脑子里边呢，它就不那么灵敏了，就混了。这就是西方搞生理研究、搞道德研究哈，就讲说现在人类的走向，道德败坏，到或者道德颓废，物欲横流，这个物质欲望越来越高，把人的这个意识灵敏度、自觉、自由、自控的本领、灵敏性占据了，所以说人的意识已经被异化了啊，变异了，这是这个不是原来那种纯一那么纯净，而现在呢被物质占有了，把这本来的形象变了，这叫异化，变异了。我们现在人的生命活动，现在人的整体就是在被异化了的精神统帅下的整体。我们的精气神整体，人是个整体活动，精气神的整体是个什么的整体呢？这个神，这个老帅啊，这个统帅，他这就混了，混浊了，不灵明了，这样的整体。就像我们成人的婚姻气啊，实际上就处在这么个层次上，因此我们人婚姻气还需要再进一步发展，再进一步向高层次走。可是人类呢，就到现在为止了，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把这个脑子混浊了过去了，下一步怎么发展，咱们建成功提出来了，叫灵通浑元气啊，浑元气到成人婚姻不行，再走一步到灵通浑元气啊，灵通浑元气，或者什么呢，浑元灵通气，浑元灵通了，这个浑元灵通就得练功了，
这汇源联通首先是从整体来说，它达到了精气神三者高度的真正统一啊、哦，真正统一。另外就是呢，这个神灵敏，神的灵敏，在灵敏的神统帅之下高度统一。那个混元气可以完全受意念支配，意念怎么支配怎么动，他们彼此之间的结合非常密切。它不仅能够支配人的混元气，自身混元气，而且能够支配大自然界混元气了。所以这个混元气啊，我们给加了几个形容词了，可以达到什么情况呢？达到无物不入，没有东西进不去，无物不化，没有东西把它化不了，无物不生，没有东西生不出来，没有东西生不出来，说无坚不摧，没什么东西把它变不了，把它摧毁了，都得摧得了它。还有无毒不解，什么有毒东西也解得了它，就应该这个样子。灵通混元气，对，灵通混元气的话，将来还可以再加，同学们再想吧，再加几个无啊，还我想还有无可以加啊。他们就吹牛嘴吹去呗，就是什么大就吹什么，就是说你像方老师说了，无坚不摧，那我就是吹牛嘴啊，这无坚不摧，你们就是吹，说是不是吹呢？我们说啊，这里边别人说吹，他就说是吹，咱们说不是吹，他就不是吹。因为现在咱们搞智能工啊，刚刚搞啊，刚刚搞，它的应用刚刚应用，所以无物不入，非常细的东西能进得去，非常细小东西能进得去。咱们搞实验，如果这些细小东西进不去，咱们能做到分子层次、原子层次吗？你做不到啊，这就无物不入嘛。前面现在是咱们知道的东西，但是咱们说的电子能不能进得去，咱们还没搞实验，还没搞，现在功能还不够，因为检查仪器做不到。有东西就应该进得去，所以什么东西能进得了去，分解它，对，无坚不摧，一样东西给它化摧，摧开它，这个摧和化可以结合到一起，叫化，因为它有化生的意思，化生化开，化瘤子，咱们这是化瘤子，现在摧，咱们的摧坏的时候，咱们还没怎么搞去，还没搞这个实验，就是，现在只不过现在就有的地方啊，搞点什么杀细菌的、杀病的，最近咱们也搞了一个这个苹果烂了，搞了实验，苹果烂了。那一发现把这苹果烂的，让它不是不烂了，也不烂了，我就化了它嘛，这好的弄死的东西不错，咱们还没搞这个东西，破坏性咱们还没搞实验，咱们这里工先搞建设，到了将来以后的话呢，功夫强了之后，到那时候再说啊，到那时候再搞这个催的东西嘛，也能够生，能够生，把它死应该做得到，能够这长把它分开也能做得到，分裂开那就是什么嘛，那就是催嘛，催开嘛。咱们这搞的实验呢，咱们这都写了，书本都有，功能林木鱼各行各地搞的实验啊，各地搞的实验，生的啊，生长的，植物的生长，动物的生长，无机物的，有机物的应用，无机物的应用都有了。咱们这刚刚搞实验还没几天呢，但才几百天嘛，搞智能工业混元器实验嘛，所以已经展现出巨大威力啊，已经展现出了巨大威力。所以我们想啊，一方面气场混元气场越来越浓，功夫越来越好长，每个人的气儿越来越多，水平越来越高，那么混元器展现出威力越来越大。以前我讲课呀，我就那么讲过，说咱们要撑功夫，撑上几个钟头，胳膊抬着，有几个胳膊就哦，就他的听声一响，哦，就动弹了。
我说一般的一千个人当中有不了几个人能坚持下来。可现在听说咱们同学不是搞这个耗功实验的吗？我听方才来的时候罗老师跟我讲，说有个别同学已经耗到七个钟头了。我说那你们到情况到不一定耗那么长时间，耗得要标准一点。所以标准什么呢？一个字就不动弹。